今天要做的料理，满天星三色炒肉片。今天的材料有猪肉片、玉米笋、青椒、红椒、姜，切片切丝，切成我们想要的模式。切好的材料就是这个样子，一整盘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料理了。好了，先下姜丝，爆香。再下青椒。最后的步骤呢，就是把满天星撒在上面，就完成了。